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无声。今天分享一下这种，就是扭曲坍缩这种效果，使用 CCD 的节点制作。好，先把那个细分关一下。就这种扭曲，然后往中间收缩的过程。这里呢，主要是使用了 CCD 的这个节点系统，一个节点修改器，这个节点。好，简单看一下，就是一个细分，让它有足够的面，再加上一个双称网格这个效果器，还有一个漩涡，然后这三个就是让这个网格更加平滑的平滑结合体，然后再细分，再平滑结合体。新建一个，这里呢选择一个立方体，稍微给一些细分，选择这个节点效果器，然后在几何体效果器这里，可以找一下。有挺很多种这种几何类型，这个呢就是那个双称网格效果器，这是细分，可以直接给它一个，看看它的面数够不够。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参数，这里呢是调整它的孔洞大小。可以把这个网格再降低一些，这样它的孔洞会更大。好，然后再找一下那个漩涡，这个，哎，好，拖拽，然后放到这根线上，这根线变亮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连接在上面的。它就会产生这种类似漩涡的这种扭曲的效果。半径值就是它开始扭曲的范围。然后这是扭曲的方向，就是内部没有扭曲的这些地方。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东西。可以试着玩一下，这里面有很多不少的参数。这个呢，就是可让它有一个收缩或者膨胀的过程。咱们之前用的是那种容力收缩的。好，这里拉到收缩的过程。像这种呢，如果是就是感觉孔洞够多的话，就不需要加这个细分了。这样呢，就是表面有一些硬边之类的，可以加一个平滑。同样，拖拽放到这里，然后再添加一个细分。前面可以再加一个，不用这个了。这样这个网格数已经差不多够多的了，再加一个迭代。
降低一点，直接改成一。然后咱们通过前面这个细分来控制它的数量。可以多尝试一下，尝试不同的效果。然后这是有一个让这个孔洞有一些随机值。这是这个模型的制作方面使用的节点，其实这些呢，包括这几个都是让它更加顺滑的。然后主要是这个这种双重网格效果器，加上这个漩涡效果器，漩涡效果器产生这种扭曲的效果，然后双重网格产生这种孔洞的效果。这种节点式系统呢还是比较实用的，因为它你换一个。这个有点卡，网格面数多了。好，更换一下模型，其实也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。关掉，然后回来简单看一下渲染。渲染其实就是一个菲涅尔的效果，然后连那个颜色，菲涅尔会有这种。就是沿着边那种提取的效果，然后映射的两个颜色，两个不同的颜色，再连给这个一个普通的塑料材质，然后有点粗糙度的这种光感的效果。